慢慢起步。 油门顺了以后，慢慢把脚抬起来，知道吗？感觉我有点控制不住它。慢慢来。 摩托车跟电车一样，知道吗？它慢慢起步了，然后你就慢慢把脚抬起来。感觉我不动它，它就是有点还是往前面冲。慢慢加油门，慢慢加油门。